嗯，哎呀妈，这小脸给你臭臭的！这谁把我大卷惹生气了？谁惹的？哎妈，这下给气的！哎妈，这气的，抬头妈看妈问问你，谁惹你了？啊，妈揍他！啊啊，元宝，元宝，元宝咋的了？妈，饼干，谁偷吃的一袋饼干都没了？谁给你偷吃了？元宝偷吃的？我问问他，元宝。是你偷吃的不是承？你看，你看他承认了。你看你们多虎，是你不？元宝，是，可实在了。没事，妈有啥心，咱家还有呢啊！不生气了啊！毛还是爱吃的小饼干来了，不含任何添加剂的小零食，外面缠的是鸡肉和鸭肉，里面是羊奶粉做成的小饼干哦。48小时低温烘干，磨牙又解馋，同时还能够补钙。现在拍一发二。到手50根左右，足足够吃1个月，好吃又划算，赶紧给你家毛孩子安排上吧。